灰色的漩涡将我卷入了迷雾中。我觉得你们选错歌了，其他人完全不行。神秘灰色的漩涡将炸裂吧，女孩进入季中高潮，这次二次公演真的炸裂了。蓝队林湘祖演唱千年之恋，不料却炸裂翻车。灰色的漩涡将我卷入了迷雾中，看不清的双手，一朵花只爱谁经过的温柔，穿越千年的伤痛，只为求一个结果，你留下的轮廓指引我黑夜中不寂寞。现场紧张的走位与演唱都被评审看在眼里，表演结束也被李千娜点评。我觉得你们选错歌了，因为里面只有失明的声音可以驾驭这首歌，其他人完全不行，所以就会很可惜。我其实坐在这边，你们一开场的时候，你们的每一个人的表情让我好紧张，因为我知道你们很紧张，但你会影响每一个人也跟着紧张。也有网友提到这次蓝队团队合作不好，也从季中检讨看得出问题。我们这次包括选歌，我们也都有投票，投我们自己每个人觉得自己擅长的，但最终唱出来的时候，最后确定这首歌又不是我们当初票数投最高的，所以我们就变成这个投票就变成没有意义。自己的感受是，我觉得我们蓝队没有真的很团结。反观红队团队合作气氛大受网友好评。根据 People 大数据关键引擎看到，2月14日到2月20日，炸裂吧女孩热门关键字除了走音难听外，更出现了红队与各成员名字，都让这次节目掀起网络讨论。